我国成立首个专属设施，为游戏开发商和数码创作提供资源、培训和协作空间。坐落在唯一科技城的 Pixel 工作室，占地25000平方英尺，相等于5个篮球场大。两层楼高的建筑里头设有虚拟实境和增强实境实验室，协助公司开发电子游戏。17家游戏起步公司明年1月起将落户这里。通讯及新闻部长杨国博士说，这些公司可以通过彼此的知识和创意开发出新点子。